诸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着看福报节劝三善根的部分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不痴是受宠若惊。 我们说有智慧啊，都能用因缘来看待事情。我们受到特别的恩宠，都应该啊有所精卫，不是。 只有这个高兴啊，还要有敬畏的心，因为我们能受到重用啊，也是父母的教育，很多人的付出，我们战战兢兢，生怕有所闪失。 尤其、啊，位置越高啊，责任越重，因果越大。在汇编当中啊，我们看三百六十九页，荣宠之极啊，虽分所应得。 虽然是本分中所应得，我也尽心竭力了，但是还是要知机知足，还要知足感恩呢、啊，而且要知道进退这些机微之处啊，要占尽体力。 都是要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啊，唯恐不足，所以若惊若惧之意。而且老子提醒我们呢：“盖福兮祸之所伏，福报现前的时候，可能灾祸也在其中。” 所以祸福相依，我们看到近代为官者，包含企业、团体发达，最后锒铛入狱啊，最后家破人亡还不在少数。这个就是不懂得受宠若惊，不懂得。 怎么处富贵之道啊？所以日中则这太阳到日当中，慢慢就要降下来；月盈啊则缺、啊，这是自然之理呀、啊。所以能够保持的，那铁定。 千受益呀、啊，六爻皆吉呀。至于君上恩如天地，视君要如天呢、啊。假如不实实在在的来报恩，那我们为人臣怎么安得了心呢？所以要尽心。 才能对得起良心呢、啊。哦，所以真正面对宠爱，要战战兢兢。我们举具体的例子啊来看。啊，三百七十页。 周成王封伯禽到鲁国，就现在的山东。那本来是周公受封，但是要辅佐成王，所以是他的儿子伯禽去上任。那周公啊，就劝谏儿子，不要啊，因为你当了鲁国的国君而骄傲。 他人呢？所以，我呢有听闻了啊，德行广大呢，要守之以恭者荣，要以恭敬啊自我来修持啊，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这个荣耀啊。 土地博裕而守之以俭者安。土地非常广大富裕，但是要能自守自持呢，以节俭为道，才能安宁。一奢侈了，就保不住了。 啊、哦，我们看这个，呃，百大富翁啊，这些变动都很快，其实都忽略了这个道理啊，是很难长久保持他的地位富贵的。入位尊荣而守之以卑者贵，他的地位尊荣很高啊，能够。 碑下填充字幕，这样才真正显得高贵啊！人众兵强啊，而守之以卫者胜。人民众多啊，军队强盛，但要能以敬畏之心来自辞啊！ 才能真正胜利，而、啊、骄兵啊就必败了。这个明智通达啊，聪明睿智，而守之于愚者易。纵使天分比较聪慧，但是能以这个。 愚昧至此，这样能真正得意，啊，自己觉得自己还不足，才能在用功提升，而且也是啊，大智若愚，博闻多记而守之以前则广，博闻啊，学问很广博啊。 又记忆力很好，能够以浅薄自守啊，自此呢，这样能更广博啊。这上面六首啊，皆谦德也，而且我们看到都是有过于人之处，但是都守谦德。 谦则受教有地，取善无穷。一不能谦卑，那就不进则退了。俗话说：“败相已露。”接着呢，说到啊，天道回满而益谦。 啊，我们看到刚刚说的日中则昃，月盈则缺，这个都显示啊，回满而一谦，地道变满而流谦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就像。 水满了，就流到流向低处啊。人道物满而好谦，这个处世之道啊，都是厌恶骄傲自满而喜好谦虚的人。所以,只剩物以人，子慎勿以鲁国教人啊，要慎。其实。 这个就让我们回想，这为一国之君，就如《孝经》诸侯章第三说的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。志节警度，满而不溢；高而不为，不骄傲才行啊！要满而不溢，得要。” 生活有规律，要懂得节俭，不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德，才能常所复也。所以，今学者，诚能一思此训，啊，当今的学者，真的能够啊，好好的。 探究思维这六句，这样交心傲气无自而生啊！真正明白道理了，人也不肯障碍自己的德行跟福报啊！所以礼德兴安，知难行易。 真正明白道理了，他绝对不愿意做。但是要真正完全通达，不容易。就像真正明白因果，时时刻刻不怀疑，的警觉性会非常高。我们还没达到啊，完全的知道、相信。 多少还是会有侥幸的心、苟且的心掺杂里面，所以是真明白了，不愿意再这样自我糟蹋了。无智而生，而荣宠之家，实有落金之意。啊，真的得到荣宠，都是精卫啊。 战经惕厉的态度，而我们看这个学习的人呢，尤其后面讲的聪明睿智，而、哦、守之以愚者易，博闻多记，而守之以浅者广。我们现在在。 道德学问当中用功，这两句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！要懂得大智若愚，懂得谦卑低下，能够啊自卑而尊人。 而人时时查不足，他才能时时好学。人自我标榜，前面讲的炫己长了，自尊自满，那就很难再进步了。而事实上呢，应该是越学越知不足，越学越觉得。 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这个才是学的东西有入心，就会有这种感悟。学着学着会傲慢，那是因为学的时候学东西多，变成一个真上慢，觉得自己多了。 然后这个傲慢的习气啊，因这个缘就调动起来。那偶遇大师就提醒：学问越多，我慢越次。炽热啊，炽盛起来，我慢越炽，烦恼习气越长。 去到豫远，所以唯益多闻，就觉得好像多听闻了，多记了，哇，我就是进步很多了。这样会增长我见，自己都很懂，很厉害了，增长我见了，可惧也。 这个剧就是可能呢走偏了，把自己的会命啊，可能都给断送掉了。这个值得我们呢警惕。尤其俗话又说“文人相轻”，假如真正把道德文章领纳，应该。 越学越懂得礼敬诸佛，啊，那不应该去轻慢别人。所以文人相轻啊，那也是真正这些道德文章啊，没有入心哦。所以这一些话语，对于能够反躬自省。 的人呢、啊，都有受益处。我们看到历史当中的一些典范呢、啊，会很受触动。唐朝陈文本，他都拜呀、啊、中书令这很高的官职，但是呢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，反而有忧色。 他母亲就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这个陈文本就说：“啊，我又不是建立很大的功勋，又不是皇帝的老朋友，这样啊，得到特别的荣宠啊，位位置又那么高，权力又大。” 所以啊，才忧惧啊。结果就告诉啊来祝贺他的客人说、啊：“我今天呢只接受吊唁，不受祝贺。”那宋朝王旦后世封啊文正。 这四方文政都是很高的品德功业。他晚年官呢、啊、越做越尊高了，后来还出使朝鲜。在皇宫中呢、啊、还可以乘大车啊，然后出都门、出国都的门呢、啊，百官呢、啊、还给他践行。 然后都赞叹他得到荣宠，结果王旦说了：“我呢有益于国家什么呢？所以受到这样的荣宠，只觉得反侧不安呢、啊，对，睡也不安稳了、啊。” 确实都是战战兢兢的态度。那司马温公跟他的侄子写信，说到啊，最近蒙受圣恩呢，然后担任门下侍郎，这是副部长的官职。整个朝廷呢，嫉妒的人不少，而自己呢？ 的性情啊，是愚钝、憨子，处在这个官场上啊，就好像一个枯掉的黄叶，在很大的风中啊飘荡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落下来。所以啊，接受这个任命以来啊。 只有恐惧啊，没有欢喜。然后提醒他的这些后辈啊，应该好好啊，明了这个意思。那这三位历史名臣呢、啊，都是受宠若惊的榜样。 而这个陈文本，他说是接受别人吊唁，这个也是有历史典故。有进一步啊，说到过去啊，在春秋时候，孙叔敖为令营，相当于宰相，有一个老人，在他。 龙灯宰相，人家是去祝贺他，结果一个老者穿着丧服啊，去给他吊唁。那当下客人也好，主人也好，一般会非常的惊愕。可是孙叔敖啊，他那个恭敬老人。 恭敬他人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而且确确实实啊，他得到这样的恩宠也并没有高兴。不然，假如很高兴，突然看到人家穿丧服来，他会觉得啊，给他带来晦气呀、啊，很可能就很生气了。 所以啊，很多时候，境界线前，都考我们真实的心地修养。可是孙叔敖却很恭敬的请教他，来啊，一定啊，是有什么要很好的教导我？这个老者就。 提醒他，身已贵，而骄人者，名去之。处在高贵的位置而对人民很骄傲啊，这人民会抛弃他。位官位高，但却擅权呢、啊，君王会厌恶他。俸禄已经很厚啊。 而不知足的忧患就会出现了。然后进进一步又请教他啊，他又说、啊，又曰：位愈高，位置高啊，存心要越低下。官做得越大，存心啊要跟。 谨慎小心，甚至是感觉自己位越卑微、越渺小，俸禄已经很优厚了，呃，谨慎呢不敢随便啊滥啊，你只要谨守这三点，就可以把楚国治理好。 孙叔敖听完这个老者的话呢，马上恭敬的说：“敬受命，恭敬领受他的教。”后来楚国啊，果然大治。所以这个陈文本先生呢，在他啊要被封啊，在他被封中书令，他就想到这个典故来提醒。 自己，而这个典故啊，确实是居高位的人守身、守贵之道。下一个例子提到了宋朝的鲁多逊，他刚拜呀、啊、参知政事，是很高的官职，结果他的衣服弃用了、啊。 就慢慢奢侈起来。他的父亲悄然曰：“父亲啊，很不悦，说啊，吾家事儒术，我们历代家风啊，都是效法儒家的操守。那你现在富贵起来了。” 怎么变成这样呢？啊，那未知税驾地，税驾地就是不知你未来的归宿怎么样。其实已经郑重提醒他，多训不念父言，最后还是败亡。我们看到。 他不听父亲的话，还是德不足了。德不足，又有财又有权，很难不偏掉。所以，纵使能处到高位啊，还是很难保住晚节呀。哦，所以。 我们看，不管是现代这些为官或者做事业败亡的，很可能呢，还是因为不听父母劝呢、啊，进而不听老师劝。而事实上，我们所看到的事例。 多为为官者，哎，好像我们这一生也没有要走仕途仕宦之路啊，而事实上，各行各业都应受宠若惊，甚至于我们走的弘扬汉学的路。 其实得到的赞叹、宠爱，这个照顾、侍奉，有可能呢，还高于为官者做事业的人更是要啊，真的是不求有功，但求。 无过啊，因为这个官职越高啊，他假如做错一件事，影响的面就非常大，这个因果非常重啊。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，罗斯德。 也是很有德行，当了大官，但是误杀两个人，还是减寿十二年。这个是伤了人家的生命。在《道德丛书第》第十四册有提到这个。 淳熙年间，有一个官员叫林基，他所从事的是几事官，应该跟呢、啊、管理国家的粮食有关。他的太太啊是王少卿的侄女，结果他太太有一天刚好啊在娘家。 一早起来，就哭着说：“啊，啊，这个林家要变灭灭了。”结果王少卿应该也是个官员，就问：“为什么你这么说呢？”他说：“刚刚在梦中梦到穿着红红衣的这个，应该是天神吧。” 他持着上天的福啊，说到了这个邻居啊，讨论国事啊，损害到人民，所以啊，下旨啊要灭他们家。啊，他天神拿的那个天福啊，好像还在他的眼前。 他叔叔就宽慰他：“这个梦啊，不足平啊，不足以为凭证呢。啊，不要太难过。早饭吃完了，哎，送他回邻家，就问这个邻居，这个王少卿啊，就问邻居，最近有哪一些奏章？” 报皇上呢？这个灵机就说啊，四川饥荒，做报啊要请波米十万担来赈灾。结果皇上已经啊同意了，然后我呢就啊提议啊，因为米数量太大。 而四川的路又不好走，所以就封还这个次子啊，哦，封还皇上这个旨意啊，然后请求啊查实以后再把这个米粮送过去。结果这个皇上啊，又跟宰相说啊。 这个去四川往返万里呀、啊，来去就万里。如果等到查死之后再抱回来，这个已经啊来不及了。不然先一半去吧，可见呢，皇上啊是念着老百姓啊。 饥荒可能会饿死人，赶紧送，不然先送一半吧。这已经是啊，皇上最近的下的旨意。那等于是都扣在他这里。结果王少卿就听完了，很惊愕。没多久啊，灵机就病死了，两个儿子相继死亡。 然后，因为他绝后了，还以他的近亲呢来做他的指示。古代觉得绝后不好啊，又过继亲戚的小孩给他，也养不活也死。哇！所以他这个罪业造的太大，真是绝后的报啊！ 古代是这样啊，现代也是这样啊。假如下的一个决定不妥，造成百姓严重的死伤，官员也是要负责任的。所以，我们看英国现代也会看得很清楚，地位高的人。 决策错了，报应很快呀、啊。公众人物做错了，影响社会风气的面太大，报应也很快呀、啊。而我们从事于汉学的弘扬，假如我们像这里讲的，不听。 父亲的话了，自己名气大了，口才又好，善知识的话、师长的话、道友的话都听不进，最后很可能呢，误导一大片人的修行，断了不少人的慧命，这个就。 罪报啊，非常非常惨痛了，因为断一个人的慧命啊，都比杀一个人重，更何况是影响一大片的人。所以这一些例子事例，其实对我们走弘扬文化的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提醒，更感受到啊，孝亲尊师这个根基的重要性。不然呢，在现在这样的风气之下，真的立不住啊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时代法弱魔强啊，我们的念头。 意思啊，明文利养、贪嗔吃慢，这只要细微的念头开始发展，魔就加持了。这魔啊，也在跟佛不萨都在抢人呢、啊，都这个正法很缺人呢、啊。 所以一发心，佛菩萨加持很明显。但是只要念头偏掉，要加持，加持不上啊，这个时候魔就得其变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啊，真的是要战战兢兢啊，克念作甚？ 不能掉以轻心。承德在这十多年，跟随师长从事啊传统文化弘扬工作，当然自己呀也做的不好，而也留心到我们这一代人。 确实是根基呀、啊，比较浅，孝亲尊师很难时时提起，而真正产生傲慢、贡高、自以为是，几乎啊没有能够。 劝得回来的，就算呢，师长亲自劝呢，也不容易了所以老人家才感叹，跟他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遇到财色名利也经不起诱惑。老人家慈悲啊，宽恕啊。 说不能怪他们，因为都是啊没有从小扎根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呢、啊，更要高度警觉啊！我们根基不牢，又可能要承担责任使命，更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 更要有家文化，有善友唯一的护持，更要有受戒的态度。真的是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。我们接着看最后啊。 结劝里面的布施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这个京剧分析的也很透彻啊。我们看施恩求报，贪心未忘、啊、这个都是从心源隐微处啊。 默默去修正，有这个念头，贪还没有放下，与人追悔，这个吝啬的心啊，还没有化掉。贪而且吝，这是君子所不为也。好，又引《金刚经》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。 行于不施。啊，因无所住，就是不能在做的时候有那个求果报的心呢、啊，求人家赞叹的心呢、啊，这都有夹杂的。又曰：若菩萨不住相不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我们一看到《金刚经》啊，也要。 高度重视，因为我们观察释迦牟尼佛的言教跟行持，对于我们学佛啊非常重要。老人家常说啊，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学偏。 因为他是本师啊，根本的老师，所有他的言教就是准绳呢、啊，所以要依法依佛的教诲啊，依法不是依现在的人，而他老人家所做的都有。 很重要的表法啊，比方说三一一波表的就是安平乐道，比方这个节下安居也是表示啊，弘法之人也要有静下来反思静修的时间啊、哦，包含出家前跟。 僧团的人一起住，僧团的人都同意了，再给他出家，这才缘比较成熟。对他来讲，他也慢慢熟悉了，清楚自己有没有真正下这个决心啊，要走这个路了。很多做法都非常符合情理，包含。 这个生团选出来的执事啊，每一年总辞重新再选。第一，总不能都让那些人辛苦啊。第二，每一年总辞是规矩，有不适当的人，他自然总辞掉，人家也不选他了。 也不会，好像在团体里针对谁，要处理谁，这样容易造成失和啊，造成冲突。透过这个制度，自然不是任的人，团体再选不选他，真正做得好的人。 还没有其他适合的人才，也可以再推选的。所以老法师说，学佛学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等下会看释迦牟尼佛表什么法。你看《华严经》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都是表法。 而佛陀一生弘法，我们也要观察，他五十说法，一开始华严，再来阿含，阿含讲了好多年啊，接着是方等，接着是般若。 再来是法华涅槃，而这个在大乘般若之前呢，讲了二十二十年了，打基础啊。般若讲了二十二年了，几乎占了四十九年的一半，显然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，所以般若为眼。 五度如盲啊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像盲了、啊，看不清楚。般若为眼，是智慧呀、啊。所以布施里面有般若，才叫布施波罗蜜；持戒里面有般若，才是持戒波罗蜜。持布施里面没有般若。 那只是世间呢、啊、轮回的福报边事，都在轮回中啊，所以般若重要，而般若的精华就在《金刚经》中。一看到《金刚经》，哎呀，重要啊！菩萨语法应无所住啊，而行布施啊，而生其心啊，这个才是般若。 假如左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没有般若了，就只是世间的不失而福报而已了。那接下来进一步还讲了、啊，由此观之啊，人人以财济人，内不见有能失之我，外不见有受施之人，中不见有所失之物。 是为三轮体供，一心清净，则斗术可以消无涯之苦，《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若唯有求报之心，稍稍微有啊，清净心就没有了。所以让我们想到梁武帝问达摩祖师。 他建了四百八十所寺院，帮助几十万人出家，朕有没有功德？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，因为他有求报之心呢、啊，求人赞叹呢、啊，没有清净心呢、啊，只有清净心、真心才有功德啊。而且福修的再大。 六祖慧能大师说：“生死大事啊，福不能救，福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生死、处理轮回，只有功德才行。所以，虽然布施黄金万亿，终不圆满一心之量也、啊、所以。” 这个要无求的心啊，才是圆满；有求的心再多，也只是半满，不是圆满，是半善，不是满善。那至于追悔二字啊，由人生大关键处，恶事啊而懂得追悔之啊，则将来恶念见止；善事假如追悔。 则将来善念就不生矣、啊。人而思于后悔，那不如啊，不思不语啊，还比较好一点。因为一后悔，可能断了他后面为善的心呢、啊。那我们常说啊，福田心根，接下来佛啊。 佛经当中啊，所讲、所譬喻的这些道理，就非常具体。世间人都想着呢，要这个仓库当中啊拥有五谷，而且、啊、每一年都不缺，那该怎么做呢？必然呢、啊、要取谷麦种子去种，然后牛犁耕田而种之，不种。 慢慢也会吃完了。那这个道理呀、啊，自然是如此。而佛法里面也跟这些大自然的原理原则是相同的。我们说万法因缘生，耕农是这样，修。 学佛法亦是如此，所以以孝心、悲心、净心为种子，以衣食钱帛、生命为牛力，啊，以父母贫病三宝为田地。父母是恩田呢、啊，贫病是悲田、啊，三宝是净田呢、啊。 所以为田地的话，有佛弟子欲得藏世中百福庄严。我们在阿赖耶识当中呢、啊，毕竟是修因得果啊，啊，因为我们的自性圆满智慧还没有彰显那就得要自己修因得果啊。这百福庄严呢，生生无尽。 须运悲敬孝心，将衣食钱帛生命供养供给于父母贫病三宝，名为众福也。不种，即贫穷无福慧，入生死的险道。为众福之田，如彼众谷之田。 所以才称为啊福田，所以种福田，在这一段分析啊，我们就很清楚了。那布施有三呢，啊有法师，有财师，有心师。一般我们也说，财师法师，无畏布施。那种种方便劝化教导人为之法师。 最为上善了，因为它影响的深，影响的远。财师啊，为种种钱财布施，包含体力呀、啊、经验，内财布施也算。心施者啊，窘于无财，自己也困窘没有钱财，但是呢。 心念彻然，施以济之就是虽然没有钱，没有财物，但是内心非常怜悯，然后希望能帮助他，这也算是不是？所以，我们善用其心，则能成就啊圣妙功德。好，所以这个是。 施恩不求报。我们看三百八十页、啊，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的。这个女子入世啊，她身上只有两文钱啊，所以这个物薄啊，心甚真。所以这个住持啊，亲自帮她忏悔。 后来入宫富贵啊，悉数千金来布施。这个祖身呢、啊，只叫他的徒弟来回向了。这里可贵的是啊，这个女子还是有善根，她有请教。一般她富贵之后，假如心性越偏越大，她可能生气有。 可能会降罪于这个佛寺哦。陈德祥呢，这一位住持、啊，应该也是修行境界高啊，他可以洞察机缘呢、啊，借由这个进退护念这一位女施主的道心呢、啊。 所以，就来借这个机会点呢，提醒他：你现在悟虽厚啊，心不切呀、啊，让我的徒弟帮代帮你做忏悔就可以了。所以，行善重德，自心为善，真心呢是最重要的、最可贵的。所以，若意转念呢？ 即不如初恋更何况啊，追悔啊，啊，失那个心最重要了，没有那么虔诚呢、啊，力量就小了，更何况还要把它追回来，那就更没有善根了。好，我们再看。 后面一个故事啊，对我们提醒也很大。这个于铁桥说啊：“禽兽由之报德，因有人而不感恩之理？不知啊，最难堪者得色啊！什么是得色呢？就是我们去施恩德啊。” 可是，显得傲慢，让人家很不舒服啊！所以得色一怒，感者生残他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很抬不起头啊！残化而怨生，啊，这个惭愧。 慢慢慢慢化掉之后啊，怨就升起来。举了个例子，过去有官吏啊，成就一个人的命，这个人越来越富有，而这个官员反而贫穷了。刚好有一天过这个人家，结果全家都出来拜谢他，留他吃饭还喝酒啊。 对他很恭敬，结果这个官吏喝醉了，就很大声的说：“啊，你要不是靠我的力量，你怎么会有妻子婢仆啊？还有目前所见的这些呀、啊，哪一样、啊、会是你的呢？现在你富有了，我反而贫穷了、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”发牢骚了，讲完。 喝醉了嘛，就睡在这个人家里，就这个人家就开始算计了，说啊，这个人是不是忘我要报答他？是不是也是太奢求了？假如回报不能满他的意呀、啊？ 就是真的回报他，可能也满足不了啊。不回报啊，会不会有祸殃及我啊？结果起了不好的念头啊，就把他给勒、啊、死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官员救人呢、啊，反而变成杀害了自己。 反过来变成了杀了自己的命，这其中啊，虽然有汇集巧合的一些原因，当然也有这个人太凶恶了，啊，然后这个官吏的命运不好造成的。 这些姑且不论呢、啊，但是其中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点，就是他帮助人家还求报啊，有贪呢、啊；见人家好啊，他发牢骚有嗔呢、啊。所以这个贪嗔也是愚痴啊，一切都是因果，不能抱怨呢、啊。 所以举这个例子啊，来劝谏呢、啊，施恩会有求报的人呢、啊，不要因为这个求报心，而把施恩惠最后搞成了、啊、给自己招来祸祸患的。所以这个“得色二字啊，确实。 可以以以之为戒。那我们接着看呢？谈到啊，善人的果报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大家都尊敬他。 不只是啊，国人会尊敬他，他这个善泽及所在之处啊，都会赢得人家的敬重。啊，像师长老人家到了印尼，印尼人说，老人家比印尼人还要爱。 印尼人是人皆敬之李炳南老师他山东人，到了台湾，这些弟子们、台湾人民们、啊，都是觉得李炳老比台湾人呢还爱护台湾人呢这都是德厚啊！ 天道佑之，上天啊会保佑他。当然，这个善人呢、啊、的标准呢、啊，这里三百八十二页，所谓善人的第二行，善人首先呢是非要判断清楚，而他要去行善呢、啊。 他也要兼智勇兼进，有智慧啊，不能感情用事，啊，要有勇气呀、啊，去承担，不怕人家闲言闲语啊，不怕困难啊，啊，慢慢慢慢的、啊，人我两忘啊，人数兼行，而且他的立心用意啊，待己待人呢、啊。 什么态度呢？内有五常百行啊，仁义礼智信，还有百行是种种好的品德；外而事物基宜啊，对外就看看因缘，善巧方便去做，这是善。最重要是他善心呢、啊，欲缘。 他就会尽心尽力去做。那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就跟上天交感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念探讨了这个善人应该是什么心境，怎么处事。 我们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，一百三十四页，明朝江西的周子颖，他的行词啊，人家看都是崇信三宝，那应该是佛弟子，勤行百善，凡。 救人患难，成人好事，所以汤火寒暑，亦所不辞啊！很积极去做啊，众以善人称之。后来生病啊，去世了。结果到了阎罗王前呢、啊，他心里很不服啊。 他觉得他一生做那么多好事，啊，那阎罗王就命这个官吏啊，把他阴间记载他一生的、啊、记录本呢、啊、拿来，然后打开这个簿子、啊，记的呢所有的事啊，都有两个字，名跟利。 所以他一生所做的善事，要不载在名字下，要不啊记录在例志下。他好好看了一下呢，最后啊惭愧啊接受了，结果还突然呢又苏醒过来。 告诉身边的人，那为什么让他回来呢？这也是阎罗王慈悲啊，让我呢骗告人之为善，以真诚迫使，真真诚诚、实实在在去做，净扫心地，就无所求的去付出啊，不要为名为利。 结果过了五天，五天呢，他就走了。当时候的一个读书人，唐时曰，与祥之子颖，他跟他相交甚厚，对他的为人比较清楚。 他说：“为人好名啊，或不免，可能是如此。至于利，则只引轻财仗义人也。何以有此？必其居间请托啊，初念为善事。” 发愿，他去劝大家一起来行善呢、啊，避及财务到手，有一些人家钱财托给他了，他偶有挪用之弊。一开始他可能想我借用一下，就后来变成久借没有还。 所以人有时候偏掉啊，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警觉性不够，可能就把自己给卖掉了。其实、啊、名利二字啊，非常细微。所以为什么劝发菩提心文说，这个有罪不忏？ 有过不处，内浊外清，始情终怠啊！虽有好心，多为名利之所夹杂。好心为什么会被名利之所夹杂？啊！虽有善法，复为罪业之所染污。这个为什么会有名利夹杂？比方。 我们去做个有意义的事，心里想，这样人家可能会注意到我，可能会觉得我这个人挺好、挺善的，这样会增加我的威望啊。这些就细都是很细微的号名了。利呢？哎，我又没有。 再贪一分钱，可是啊，比方，哎，这一次活动公家出钱呢，哎，还可以住五星级饭店呢，稍有这些占便宜的念头，都是好利了，所以要保住自己的。 功德啊，真的是啊，要能够去、啊、名文利养、啊、五欲六尘。接着他说啊，指引勤劳一生呢、啊，仅博得这两个字，所以可见这个阴间的官员呢、啊。 把他冠上这个隐微委屈之障，因为记下这些名利啊，很多啊都是人家看不到的或者是他自己、啊、心念偏颇的地方。那他出来说话也是啊。 替这个指引再讲一点公道啊！同时呢，也是啊，骗告所有为善的人呢、啊，要无为而为啊，无所不为，随机利物者上也所以孟子也强调，无为才能无所不为。 因为我们没有无为啊，我们还带着这些名利心。真正我们有权了，真正啊，我们影响力大了，这些习气还在呀、啊。后面慢慢慢慢，可能就守不住初心了。 所以无为的人，能放得下这些世间五欲啊，才能真正很好的帮公家来办事啊。无求报心，就把苦难众生劝人为善，次也就能先能达到无为而为，无所不为。 这随缘妙用啊，这上，啊，那没有求报心，就把苦难众生劝人为善是次，广积因功，求自免三土又其次也。所以，若有一毫未明之意，便是错了路头，就偏掉了，走错路了。若有一毫施肥懒惰。 就中饱私囊，则入地狱如剑。剑速度很快啊！那堕到地狱就像剑一样快啊！怎么可以不领？领灾呀、啊！这个要深信因果，地狱太苦了。黑门朝出而目还，铁窟暂离而又入。 登刀山也，举体无完肤；攀剑树也，方寸皆割裂。那种情景啊，都是真真正的真相啊！佛是真愚者、实愚者，我们得深信真正相信地狱苦啊，决定不肯造地狱因。 而在公家，啊，甚至在佛门呢、啊，钱财都是大众，甚至是十方的财呀、啊。到十方财是欠十方啊，很难很难还的、啊，佛菩萨都很难就把决定了，不能造这个业。 那纵使不能贪之外啊，也不能浪费十方大众的钱财。所以我们在汉学院这整个创立汉学院，到很多的这些建筑啊、开销啊。 都是大众血汗钱的啊！我们念施主恩，决定了、啊、省水、省电、省这些资源然后用功啊学习啊，来回报大众对我们的信任。所以啊。 记载这个事例啊，是希望后面愿为善的人呢、啊，能够明辨，然后好好的、实实在在的来行善。而古人收集这些资料例子，也确实是用心良苦。我们看下面提到善人的果报，人皆敬之。 天道佑之，三百八十七页，这是个天道佑之的例子。宋朝的刘安世他是谏臣，他很勇敢的上奏直言朝中这些官员的邪政。 而且呢，他强调、啊、论述到张敦是小人，不可以用。可是呢，一来这个张敦有福报啊，生前这个前世修的，皇上又没有看对人，结果这个张敦被重用啊。 真的，左安世就贬的比较远了、啊，而且呢，经历啊，历山泛海呀、啊，千流不一啊，很辛苦啊。当时候，这个刘安世要接这种建议的官位啊，他的母亲。 也年纪大了，这个刘安世就问母亲啊：“是不是接受这个官职啊？因为怕自己接受了，到时候失宠了，可能母亲来陪着他太辛苦了。”但是他母亲不简单了，觉得他为官就要为了整个国家人民。 说好好干，纵使被贬，我也欢欢喜喜跟着你走。这个有这样的母亲啊，才有这样的忠诚，也是因果啊。而当时候他被流贬了，人家都觉得这个刘安世可能活不了了，但是他却没有。 病殃啊！到了八十岁啊，未尝一日病啊。这个也是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的读书人。而当这个刘公被贬时啊，有一个人呢，就逢迎这个张敦的意士啊。 就说要去杀这个刘安世，结果他到了刘安世住处，正准备啊要行事啊，突然像有东西啊敲击他，叫他吐血暴死。这上天在保护啊刘安世，而且啊。 面对忠臣，这个人还起了这么恶的念头啊，所以招来的果报啊，也非常快速啊，这福报就折掉了。好，再来福禄随之啊，我们历史当中很有名的。 位高权重，啊，但是呢，还是能够啊，是朝廷的常青树，后代又很显望，是郭子仪，他在安史之乱是最大的功臣，恢复啊，长安、洛阳这两京，功盖唐室。 以身系天下安危三十年，教中书令考凡二十四，就是国家这么大的中书令官呢、啊，都是透过他们去推举审核啊。所以富贵受考，子孙荣显，为古今所罕披啊。古今为官者很少能够跟他。 媲美的所以郭公背服后禄，以功大得志而非性自也。为善者是之，不是侥幸了得到的，确实是行善积德感召的。 福禄随之。三百八十九页倒数第二行：颜渊邀于漏相伯夷疏起，恶鱼首养。孔子弟子原现贫穷。东汉末年，范滂被陷害，刑罚。 乃修德而少福禄，善德之所在日月增光，举这些例子，因为我们世间人毕竟啊，他会看眼前的状况。哎，这些人修德，怎么没有福禄现前呢？ 那接下来讲到啊，善德啊所在，跟日月同样光亮，不是一般寻常的这个福禄啊可以比拟的。就像成人取义之事，所当之也。我们看文天祥，他后来还是。 被清啊、呃，被元朝所杀，但是他也是与日月同辉，后代啊也很发达啊。颜回协助孔子沉传道统，他也是。 成为啊，中国四大家族啊，孔孟颜真。啊，他的道德品性啊，这两千多年来啊，没有人不佩服啊。这也是，确实是日月争光，不是啊一般的福禄啊可以比的。而且这个因果通三世。 这一世所行善，绝对啊，功不唐捐。众邪怨之啊，这里有个真实的例子：明景气景清啊，明朝这个景清这位读书人，他要考会试，经过这个淳化住在。 一个一户家，这一家呢的女儿啊，被这个妖给这个骚扰了，等于是。 被这个妖人呢、啊，障碍、啊、干扰了，结果呢，这个锦亲刚好住他们家，结果晚上呢，这个妖没有来，结果后来锦亲离开啊。这个妖又来了。 他这这这户人家的女儿就问了：“为什么、啊？”他说：“就是避开这个景秀才。”这个女儿就告诉他父亲啊，父亲就去追这个景清了。这景清就用毛笔啊写的“景清在此”四字、啊，然后让他呢贴在他们家门口。 结果这个妖人就没有再来了，所以这个景清啊，甚忠烈，至今啊为人所仰，人家还是很仰慕他。所以他人不在呀、啊，只写了四个字，在这,这四个字里面有他的磁场，有他的正气呀、啊，所以。 众邪怨之啊，不敢靠近了。所以天地间确实有磁场存在，神灵未知啊，众神之灵处处会保护他。啊，我们看宋朝韩琦啊，这三百九十一页。 他要从承德啊一震中山，到了沙河，忽然啊，在前面的人呢、啊、回来说道啊，前面有河水暴涨啊，那韩公就命了备船，被传。 渡河，果然这个波涛如山呢、啊，结果坐的船呢、啊、都快要翻覆了，所有跟从的人都很惶恐。突然，好有一个神龙啊，这、就是龙王啊就在河的上游啊。 把这个洪水啊拦住，这个、河水就平定下来。等到寒宫渡过去了，这个水啊就依然还是暴涨的，跟之前一样了。所以真的是神灵未知啊。 而且所作必成，神仙可冀。做的任何事必定成功，可以达成呢成仙、成神的愿望。其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真的有决心要做了。 都可以成了、啊。所谓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做佛。这个是印光祖师啊给我们的教诲。刚刚举的都是历史人物。啊，我们看老人家的一生呢。 师父上人也是人皆敬之啊，天道佑之。本来只有四十五岁、啊，现在已经九十四岁了。我们真的想到《中庸》说的：“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你看福禄随之。” 九十一岁的时候，联合国还帮他设立了一个办公室，净空只有色，能够在全世界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的平台上弘扬东方儒释道、西方宗教教育，这是福禄随之啊？ 众邪怨之，老人家在的地方呢、啊，吉祥。这个我们呢，亲身陪伴经历过不少事情众邪怨之啊，啊，老人家都有龙天护法，其实神灵未知，这个邪的不敢进呢、啊。 啊，像啊，老人家有一次让弟子在台湾台南一个公墓，这个公墓有很多是祖先从大陆来到台湾，首先呢，很多是在台南，整个。 台湾文化把大陆的文化呢带到台湾呢，最盛的是台南，台南有第一座孔庙啊。那那里的祖先对我们后来台湾的子民啊，也是很有恩德啊，就在那个公墓。 做三十系念，结果整个台南市啊都下了滂沱的大雨。就是那个公墓，老人家还亲自去了，在做三十系念的时候，其他的地方都下雨，只有这个公墓没下雨。哦，所以这都是感应啊！啊，真心为祖先，为众生。 都会有神灵啊维护，啊所作必成当然，原成熟的，有决心毅力啊，都能成。原不成熟，不会强求。但是呢，这份初心。 这份利众的心不会退啊，要随缘妙用了、啊，不能强求。就像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已经开悟了，得一波了，缘不成熟，他在猎人堆藏了十五年呢，十五年不是短时间呢。所以，真正这些高人入境界的人。 他能洞察因缘，去应对进退，啊，不攀援，但也不退失初心。好，所作必成呢，神仙可记呀、啊。而这里我们看三百九十三页。 一段开解，《遗教经》这是佛灭度前呢讲的一部很重要的经。说到啊，众此心者，善人善事。我们放纵自己习气，可能就会破坏人家的善事。 而能够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们能很专注又不退，念佛可以成佛啊，善事可以成就啊。然后又说呢，汝等比丘，这个受戒的出家人呢，比丘当勤精进呢，则事无难者。 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譬如小水长流，则能穿石；若行者之心烁烁谢费譬如砖火胃热而喜，虽欲得火，火难可得。这个是用两个比喻一个用水。 滴水可以穿石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、啊。而且也告诉我们，什么事情要恒心啊，要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急不得啊。也勿欲速，勿见小利，欲速则不达。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接下来用钻木取火、啊，假如常常就休息一下，还没有热、啊、就停止了。那要钻到什么时候火才能出得来呢？所以要把事情做成呢，必然要专注。 不能分心，而且还要有恒心，持续，不然会啊前功尽弃呀、啊。三百九十四页，进一步啊，第二行下面四十二章经又说到修道之人呢、啊，夫为道者，譬如一人与万人敌，挂铠出门。 亦或怯懦，所以要做成事情啊，不可退缩，或半路而退，这个是没有恒心的；或格斗而死，就是你也不能在这些境界当中啊，无谓的。 牺牲掉啊，也要这个善于护念自己的身心，护念好，还有护念自己的道心。我得胜而还，这行百里路半九十 有很多挑战要克服，所以沙门学道啊，应当坚持其心，精进勇锐啊，透过这个像打仗啊来譬喻修持啊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要坚勇、精进啊。 不畏前进，不惧怕境界，然后要破灭众魔而得道果。最主要的，要降服自己内在的烦恼魔，越挫越勇啊！不计成败，不顾生死，才能突破得了。 所以这一段跟下联句老居士讲的，啊，学道的人必须发大勇猛心，立决定志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欲求天仙者，当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三百善。 这个就比较好了解。天仙呢，形神俱妙啊，与道合真，得要修一千三百善。地仙不饥不渴，寒暑不侵，能得到这样的果报、啊、要立三百善。其中有个例子，四百零八页。 就是要积德行善，这是赤帝呀下功夫，但赤帝也不爱圆融啊，他一念超一劫，这也有可能。就像汉钟离呀、啊、授丹给吕祖吕纯阳，点铁为金啊，可以济世。 而女主当下就问：“那他会不会再变回来呢？”啊，汉钟离说：“五百年后啊，会恢复本质。”但女主啊，啊就担心了，这样呢就会害五百年后的人了。那我不学这个了。那钟离叹曰。 修仙要积三千恨，八百功。如此一言，三千八百已满足矣。意思就是你这一份存心就圆满了三千八百。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最重要的是。 心境到位，而这一份心，时时念念起作用，都是积德行善，都是积累功德。那这是福报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啊，假释，恶报这一部分。 那第一句啊，“苟或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”，四百一十页，汇编讲了、啊，自此至始亦极之，是详细说明啊，为恶招祸之事，而这两句呀、啊。 苟或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，这是总设提纲啊。与世道则境，两句相反，非苟或非理而动，动者萌、啊、于心，这个不好的心动了；行者啊，背理而行，这个行者陷于世。 就表现在事项上了，所以太上先以此两句为言，教人于举心动念、出言行事之始，地审思维，上官己心呢、啊，有凛然不可逾越之意，不能动啊，动了必遭恶果啊。 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所以这两句呀、啊，是总纲。那非非义呀、啊，义是应该的，非义就是不应该的，念头、行为。 这个非意而动，就是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，一念不正即是哦，不待犯也。假如再不遏止，必然会造更重的业了。背理而行，就违背道理做事情了。而接下来就是具体谈哪一些事情了。 而接下来讲的这些啊，我们看以一啊，都是悖逆的大恶。这个逆啊，首先是违逆啊，自信，还有违逆伦常啊。这个业就是比较大。以恶为能，做了坏事啊，反而说自己啊。 很有能干，这个就比较啊颠倒啊，觉得是有本事啊。其实我们想想，在这个物欲横流、享乐主义、功利主义这么厉害的时代，真的是以恶为能。我们看财色名食睡。 用不正当的手段赚，拿到不义之财啊！说很有本事啊，很有谋略啊，就颠倒了。不守礼，玷污女子，他说叫风流啊，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呢、啊。 好，所以四百一十二页就记到啊，觉得这四个字啊，乃千万世大大小小恶人受病之根，故列于诸恶之首。所以刚刚我们讲到啊，善人这个部分。 怎样做才是善人呢？而其中一开始的句子就是讲到“始于是非不谬”，三百八十二页，服务善人之时，从那里开始？ 是非善恶得要会分辨的，不会了，那就变以恶为能了。所以这教理都是互相呼应的所以一偏呢，路就走错了，就变成受病之根了。所以人虽给予啊。 未有甘于恶人者，然亦未有不欲为能人者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能力呀、啊。只缘错认能治所以欲做欲参，把这个能呢、啊、认识错了。 认把恶认识成了有本事、有能力啊，而一开始其实也曰能人有用，不能人无用啊，能人有人怕惧，不能受人欺侮。 待其久也，亦自知其为恶。就是人有时候堕落啊，不知不觉。一开始啊，还有点觉得不妥，但是就习气呀、啊。人家怕我，代表我有本事啊，我也不能受人家欺负啊。讲的有点似是而非了。 但久了之后啊，亦自知其为恶，所以俨然以恶人自居，而不讳。那以这个恶的行为自己去做啊，也不觉得避讳了。然后就开始掩饰啊，问以美名焉呢？啊，所以贪者。 贪心的人，他仗势欺人呢、啊，多得人才啊，为能呢、啊，而美其名则曰智啊。凶狠的人，强梁刁险陷人，害人为能，美其名为辣手；淫者。 行奸卖俏，诱人妻女为能美其名曰风流；宁者，这个都是啊逢迎哄骗为能，美其名为伶俐竟谗言的人造谣生事为能呢？美其名曰口才呀、啊；诸如此类啊，不可单数啊，真是说。 说不完，所以斗艳争奇啊，以此相上啊，这些都是、啊、跟善良风俗相违啊。但是做出来标新立异啊，又觉得自己。 很厉害呀、啊！而且呢，这么做的人呢、啊，还真的很相信自己有能力呀、啊。听闻的人还觉得传为佳话。 那甚至于不这么做的人啊，有时候还被人家笑没能力啊、没本事啊，这个风气就慢慢的误导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为了名利啊，有时候都不讲廉耻了，然后呢？ 还有人都觉得他们很很有本事啊，而且这些人假如在社会当中啊，认识他的人又多啊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整个风气就都希望、啊、一系致富啊，一系成名啊，不管什么手段了、啊，就麻烦了。 所以这个以恶为能，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、提醒。啊，像唐朝啊，四百一十五页，唐朝于诗选，他呢很会啊。 动这个歪脑筋啊，脑子也动得很快，都是一些技巧啊。然后午后呢，要造一个鬼啊，造一个木盒啊，然后能够令人家可以啊来报一些人家的隐私啊。 那工匠都做不出来，这个于思选呢做出来了，武后很高兴啊。结果反而人家就借由这个工具告他，在扬州为徐敬业，这个是。 起兵啊，要讨武则天的，有帮这个于敬业做刀轮，用以冲阵，杀伤官军甚多，反而被人家告啊，后来就被刺死了。因为他的念头就是要去害人，最后就得到这个果报啊，忍作残害。 这是忍心残害人或者物。我们说的无畏布施啊，得健康长寿。我们伤害只要是生命啊，自己不可能得善报。而这个注解啊，谈了很多。 我们看到啊，四百二十一页、啊，生日啊不可杀生呢、啊，是母难呢、啊，生日那应该是好生呢、啊，假如杀生来庆祝啊。 那这个不相应了，不宜杀生。生子不可杀生呢？有子你高兴了，可是你在庆祝自己有孩子，却杀了其他生灵的孩子，而且这个婴儿才开，刚开始就种下杀业，因他而杀，而不求长寿啊！ 那不是，反而是造业，害了孩子嘛，也害了自己。丧啊，丧葬呢，以哀为主啊，不宜杀生呢、啊，不然这个罪业有可能，这个亡者还要背负啊。祭祀不可杀生。 祈福啊，不可杀生；许愿不可杀生；婚姻不可杀生呢、啊？婚姻就是要传子嗣啊，要跟这个相应啊，而不是害身呢、啊？那不是种下寻仇的恶因了吗？ 这不是聚杀机于归门之内，所以婚姻啊不可杀生，宴客、啊、不可杀生，营生就做事事业、啊、也不可杀生，营生就是为了有福报啊，赚钱呢、啊，所以这些都要明理呀、啊。啊奉养。 不可杀生，养病不可杀生，卸匠不可杀生，除夕夜不可杀生，这些种种都可以推演开呀、啊。做任何事啊，凡事要跟呢好生之德相应的。 这个利物利人呢，修善修福啊，这是《因字文》里面说的，正直待天行化，上天就是好生呢、啊，慈祥为国救民啊。好，那我们看。 四百二十五页，黄鲁子颂曰：“我若众生若，名殊体不殊。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呀、啊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呢？原同一种性，只是别行趋。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虚。莫教言老断。” 自揣看何如啊？冷静想一想，就不应该这样做啊！许真君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。又喜辣，啊，年少的时候喜欢打猎，遇到一只啊小鹿啊，他把它射死了。 射了这只鹿，旁边呢有一只母鹿，就过来舔这个小鹿的伤口，结果没多久啊就死了。这个母鹿很悲痛啊，在那里跳药啊，之后没多久也死了。 结果，这个许真君啊，把它剖开来啊，见到这只鹿的肠啊都寸断，哇，就感觉虽然是动物啊，他们也是骨肉之情啊，他就从此啊不再打猎、射箭、射弓了。 所以他感叹呐，悲乎天性之爱，物类亦至此乎？啊，哎，去而学道，济人利物，后就正先国。那我们不止啊，不再伤害生命，从念头上啊，也断掉、啊、杀的念头。” 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啊，不脑害众生，来期许自己，鞭策自己。我们不杀，是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，断了脑害众生的因呢，未来很可能就是无量寿的果。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